来，好，开始，我们先那个活动一下啊，头别仰，头别下去啊，转腰，手腰没带手啊，现在腰没带手，宇航，收往左收，你看这球拍子要往左收，他的动作还要慢慢的修饰一下，还要做得更严谨点。本身孩子协调性不太好，你看协调性不太好，对对，今天我们要教新的东西了啊，宇航啊，收住前臂，那啊收的时候身体带动手收，你看你有的时候就这样，哎哎，是不是啊，这样子对不对啊，这样子才对，你看这样子才对，你看身体这样子过来的才对，好不好，来来收几个，我们弄一下正手的动作，一下子我们教新的东西，搓球拉球，对对，哎，这样子稍微好一点啊，注意看你的拍子啊，拍头啊，哎哎，转腰动脚，哎，左脚在前右脚在后，加上动脚，对对对对，转腰没有，放松手，哎，好球，好，我们现在活动开了，我们教搓球好不好，要开始学搓球了，你看搓球这个两个脚是这样子的啊，你看这样子在挡，不要站得太进去，用手来捅，站在这里球一动脚就，你别老看我，看我的这里，球一动脚就动，来站我看，来这样子做准备，来我叫你动上去搓，动，这个脚太死了，你看我叫你搓，搓得太死了，你看这样子上去就灵活了，来来上上啊，这里要吊一点啊，你看这里要吊一点，不要这个手腕要吊一点点啊，不要去捅它啊，你看这种感觉，你看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去搓，不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，也不是这样子，这里手腕不能动的啊，你看这手腕就这样子，哎，所以说这里要放松，这里前臂要放松，来，一二三四，那加上右脚上去啊，启动，来这样，一二三，球到这里，四五，放松，六七，你看这如果球到这里就八，那球到这里九，那就移过来九，你脚先动的位移，不协调啊，这孩子，看再来再来，哎呀你看这不协调，你看教练，你看手跟脚要协调好起来好不好，过来过来，哎，过来，你站过来啊，移两步啊，对对对，移两步，放松手，哎，我试一下，先在原地的发在原地的给你搓，你看这样子搓一下啊，再来，哎，手放松，哎，再回来搓完马上回来，对，放松手，对对，好的，手不要紧啊，啊宇航，手不能紧啊，来搓，脚动脚动啊，蹲下去一点，不能站直啊，搓坐啊，搓坐，放松手，哎，摩擦一下球啊，哎，放松，再来，好的好的，
好的，放松手，对，好，移过来，移过来搓，我叫你移过来搓，疼吗？啊，到了正手位，移过来搓，来，移过来，来移过去，先不要抢球，一定要走到位了再搓，好不好？来，过来，过去。到这边怎么走啊？宇航，你看，你看球在这里，这样子去搓是吧？过来这样子去搓。如果球到这边呢，这样子去搓也可以。你不要这样子去，手先抢，手不能先抢，好不好？要动脚的。来，这里啊，你看啊，这里，对，来这里，这里。这里，这里，哎，对了，小孩子搓球的时候一定要给位置，不能给死给他搓，一定让他跑起来搓。刚刚学的就这样子，让他掌握好。右脚，注意右脚，手怎么走？手是不是这样子一下？对。哎，对，看球啊，嗯，用拍头前面，对，不要用拍头上面，对，拍头前面，用拍子的前面去搓啊，前面去搓，不要像上面，好不好？再来，这种球怎么搓？对，好的，搓完以后马上放松回去，就小碎步，好的。好的，步伐一定要到位啊！来搓，好，放松，来放松，啊，搓搓，好不好？再来放松，右脚右脚跟上，好的，上来，过去，动脚啊，脚动快点啊，脚慢了就搓不到了啊。摩擦，对，搓，别捅直了啊！你看，搓，对，等一下球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求会一点点了啊！我们要要求球等着球碰到这里掉下来再搓，掉下来再搓。等着球，你看，球上来，不要在这个时间搓，等着球这样子掉下来再搓，好不好？多点摩擦啊，等一下球掉啊，来等一下球掉啊，你看，哎，蹲下，掉下来，对，等一下球再搓，摩擦它，放松啊，放松，摩擦。摩擦，再来，太急了，带点摩擦，手腕带点摩擦啊，哪个脚上呢？是哪个脚上呢？哎，对，太急了，你那个拍面这样子去搓啊，这样子，对，对。对，哎哎，摩擦，对，上来，对，摩擦，好的，对，好的，好，搓完马上回来，对一步，我们搓完一步就拉一步啊，注意看，一个搓一个拉啊，先搓再拉啊，球拍放在这里，来搓，拉，找位，来再来，搓。先别拉拍，我的球，你们不搓完以后就拉拍，不能这样子。搓完等一下，球过来再拉拍，好不好？来，搓，对，好的，搓，找位，哎，好的，搓，啊，放松手，
右脚记得上啊，右脚记得上啊，搓拉住，好，很好啊，这几个球很好。我们不能搓完就拉拍在这里等，不能等球，那球不一定到这里的，也不一定拉得长的，所以说我们搓完以后我们要找位，等到球在前面我们就要上去，对不对？如果球的反手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要撤开。你老看我干什么啊？你听我讲啊，你看我们搓完以后，你看如果球在前面就上去，你最大的毛病是打完以后这个拍子就拉到这里，到了这边就变成这样子，应该是打完以后在这里拿，两边就跟着上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可以，等一下啊，对，转腰收身体的动作啊，起，你看啊，全部用手啊，没带起来啊，右脚上去，正手这板动作小一点啊，来，再来，一，对，带起来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哎，不错，拉上了，哎，对，拉上了，搓，身体带啊，一，二，哎，前臂收住，一，对，动作别那么大，二，三，搓，拉，一，对，收住，二，对，注意球的位置啊，拿。对，再拉拍，注意找球的位置，小碎步要找球的位置，听到没有？好的，找球的位置，你看啊，动作做完，你看这个动作又不协调了，这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协调。